那个都在家嘛。那你干的嘛？这都不是送食材，通通不吃，我也不吃。啊！你不来吃就不来吃。哇！啊！真香。滚！干嘛这么打架？你滚了没？长得像月牙黄。好，哇！黄里面这边是鳃，这两个鳃是用于过滤海水的啊。然后这个就是它最精华的大白丁，哇，可以辣丝的，哇，有点烫，看可以扯丝儿，蘸点小汤汁。其实哈，一口一个都能吃，嗯。公母搭配干活不累，再来一个公的，再来一个公的。涮面肉啊，看到没？太鲜美了，太棒太棒了。哇塞，这边有一个这个肥油精哈，比较难切，您看看，全部是外焦里嫩爆汁的，每一块都是130克以上哈，每块都带肥油精，哇塞，全部是整切，而且是厚切，看着就好吃吧，哇，这个精比较难切哈，来上一小块尝一尝，哇，看看这个肉的纹理啊，蘸上这个小黑胡椒，哇，轻轻来上一口，嗯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行，再来两口，哎呀，我还给我急的，我都急的，你还得问问那些，没有了啊，没有了，你看，再想拍没有了啊，嗯。哇塞，太赞了，每一个都能吃到骨头，特别有嚼劲。好了，没，嗯，哎呀，嗯，哇塞，外焦里嫩。爆汁，嗯，哇塞，嘎嘎香，姐妹，哇，看纹理啊，您都自己看到了吧？这个您看到没？这个都是带肥油精的哈。咱们家牛排的共同特征带肥油精，因为它是新冷的牛排，新冷整切的哈。来，福袋出来了哈，来，所有宝贝儿，想秒咱家牛，前面有绿色包装金爪子，宝贝儿。一只鸡就两个爪子，去掉硬骨头，留下的是经络跟软骨啊。哎呀，我的个妈呀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太香了，再来一口啊，再来一口，忍不住啊，每天吃都吃不腻哈。这是黄，黄一会儿给你吃啊。这是苦胆，啥啥玩意儿？我吃大油。哎呀，把干净呀！肉，啊、哦！我吃大油。这个是肝啊，细嚼。来，这个是提前给你挑好的。来，吃了。这个够大了，拿着。还大海螺，这不已经够大了吗？还不大？有的吃的不错，蘸点醋。这个是内脏，那，嗯，煮完出海螺放进，
哇，太棒了！哎呀，来，还有最后，烤肠吗？没有烤肠啊。嗯，哇塞！今天做了一锅佛跳墙，吃吧，吃好的老想着你。嗯，少放点辣。鲍鱼补一补。啊，这里面怎么全蘑菇啊？哇，这是海参啊！我天亮了，今天就缺席了。一个鲍鱼，一个海参，足矣。哇，我来一个鲍鱼。喜欢的宝贝儿，双击双击，冬天就得来一碗这个。来吃个这个来，给你美美容，吃个鱼翅来。来，给你的。拔不出来啊！用手拔，我这手一拔拔出来。哎呀！拔不出来啊！嗯，这是干，还没拔出来啊。哇，这个海螺的肉是鲜甜的，嗯，喜欢吃海螺的宝贝儿，双击双击，小的好吃吧？小的肉嫩鲜，嗯，大的嚼不动。嗯，每一口下去都是虾肉。